网络上看到一个团购套餐，168元七道菜，先看看影片，看是不是值得买。这个就188蚊的套餐啦，掂唔掂？掂喎，果然系有钱人啊，出手果然阔绰啊！哇，咁大方，168食到7个菜，有一份海鲜刺身大皮盘，入面有新鲜酸辣嘅泰汁虾杯，即做嘅鲍鱼刺身、三文鱼、希宁鱼啊！唉，呢个刺身拼盘都值呢个价啦！唔单止啊，仲有两只红烧乳鸽、蒜蓉蒸尾贝、香酥鸡中翼，仲有爽口凉拌鱼皮、时蔬，再加份马拉糕。呢个套餐咁平，难怪咁多街坊嚟支持啦！最后决定买了，我们来实测看看。红烧乳鸽2只，鸽子稍微瘦弱了一点，而且影片里面的看起来比较酥脆，不过还不难吃。香酥鸡中翅，有香酥不错。重头戏来了，海参刺身大拼盘，刺身就是生鱼片，包含生鱼片、鲍鱼，后面是酸辣泰式甜虾，用小杯子装挺可爱。爱吃生鱼片的我们，感觉分量有点少，是不是有点为难老板了？鲍鱼很 Q 有弹性，又嫩嫩的好吃。泰式酸辣甜虾，虾有新鲜，酱汁酸酸甜甜的，很不错。只是虾子没有影片里面那么大只饱满。凉拌鱼皮一般般，鱼皮有点少。蒜蓉粉丝蒸扇贝，它用的是比较小的贝类，味道可以。蔬菜在正常水准。马拉糕，这个真心感觉不错。结论是食物跟影片里呈现的没差太多，味道大体也不差。168元七道菜，很实惠了。啊，其实这是5人餐，2个人吃不完，有打包回去。